讯。广州来画面。人会无时啦，甲广州青春啊，师徒会啊，在四神的面顶的，听因来分享啊，这段时间因发挥了足大的力量，所接到需要的地方，是伫遥远他方的国度，因都赶紧的准备所需要的，防护衣、面罩啦、隔离衣、口罩等等，这些物件。是救命的必需品，所以因想办法啦，就爱赶紧寄出去。哦，真辛苦，当地咧得旺盛的时啦，交通开始无法度定期起飞。机场接货呢，真困难。要上飞机去哩，也更无简单。真呢，克服困难，真辛苦。好加在因，一直都伫咧听话、循话，无有间断。每一回碰到困难，都在听到话的内底啦，得到一句，赶紧用一摆，用一摆，安怎样解除困难？再接再厉，所以因呢难行、灵行，真正是足可贵的运用法啦。来陪伴因，关关难过，关关过啊！而且因当着的呢，冷漠无情的态度，这个时阵，因都要及时呢，就起了柔和忍着伊呀。不断啊，爱柔软语去沟通，一回再一回啊。所以在困难中啊，学习袂少。我都甲因讲啊，大在教育啊。这一步都是在给我们学的，我们发心要行菩萨道，已经呢入来到菩萨道的考场了。这个考题是特考的考题，题地地难，地地都是难地，所以地地都是呢，爱得靠，爱得靠，所以你地地难地啦，啊，难地地地过，真正是特有生啦，因。向我去付出，真正是吼，真无简单哦。向来呢，长期啦，已经几个月啦，
听到师父讲，非素不可，因为真认真推素，素，这开始我都甲因讲，不管什么时阵，如素呢，期待是全人类，那当时好，希望大家。就是教育这个时间，这种前未曾有，未来这种新冠疫情到底是不是长久性常态呢？真歹讲哦，这不是这波过去就好啊，人类啦，要经历一段时间，长时间的考验，而且呢，要改变生活，改变生活的议题，所以这一波，大家人拢有一个共同啦。方向的觉悟，因为这波疫情啊，已经更新的世间，已经这疫情已经成为灾啦，这种的灾难长期临头。就是爱及时做敬我的大头啦，让人改变家己的生活，调整好家己的心态，虔诚面对，才有法度啦。青春的也是所需要的一切，一切都是阿弥的了。付出啦，因个当时呢，早早就听到师父讲爱推素食，因就开始推啦。也有呢，教练会的老师呢，发挥真大的力量啦。有的囡仔细汉啦，父母是医护人员。照顾患者，无法度回来，这些老师都把这些医护人员的囡仔，安尼二十几位啦，教育佮照顾，有囡仔佮爸母啦，平时的关系真紧张，囡仔很叛逆。因为这个时阵，老师的教育，老师的陪伴，现在已经呢，看到因呐，亲情见面呐、啊，一种哦，真和睦，所以哦，我嘛甲因鼓励啊，这种老师的心。菩萨的心，父母的心啊，这种心的教育，哎，永远联系起来，教练会啦，要永续，实际人呐、啊，就是要用心去改变呐、啊，也阁有啊，从早起阁到台南。拢同款，在地主呢，通达啊，无误法，都是呢，为社会、为人群，伫咧付出，再辛苦，关关难得，关关过，这真正，这
进入菩萨的考场啦，地地难得，地地通过，真正是吼、哦、通过了菩萨的考验，这都是菩萨通达无我，这的考验都是爱有无我啦，无我就是大我，你就是我。我就是你，你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，事事困难就是我应该去克服的，这种通达，这叫做天地真理啦，为人群付出的苦，天下众生苦，这叫做菩萨道。